不明简讯要质疑，陌生连结别相信。我是陈慧文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监管账户就是骗，小心财产变不见。我是高雄市议员张安中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网友劝投资，出钱请三思。我是高雄市议员钟义仲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网络交友找真爱，开口要钱就是怪。我是高雄市议员郑安利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账户存折随便借，小心人财变人头。投资诈骗提高警觉，密码印章切勿交付。我是林志宏，我们一起反诈骗。网络购物真方便，小心求证别被骗。网络购物要小心，低价商品莫贪心。我是黄杰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莫名电话停看停，可防诈骗不入侵。我是市议员刘德林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千骗万骗就是不离 ATM。 我是李雅静，跟我一起反诈骗。打下一个